好去的啊！我看你都头大面书红，相貌堂堂，啊是安怎你还七少年八少年就来夭寿死啦？哎呦，讲来讲去哦，拢爱怪伊个桃花家啦！对啊，桃花姑娘嘞，今嘛只有桃花家会当解救金大哥，应用法术助金大哥脱离险境哦。将你封为皇后，就是嘞，臣妾叩谢皇上。皇上，臣妾马上就来去准备中餐了，祝贺皇上你乐业经营。哎呀！上美丽，确实是一个善解人意、温柔又多情的佳丽啊！究竟怎样要为伊身份颠倒呢？启禀皇上，保捷府应承军竟将金环擒获去，阿三告状话，请皇上定断。金环擒获去，对啊！真福气，就是太后着急要找人啊！来来来，赶紧就将个真福气送到万南宫。太君沐浴更衣了，马上就到。哎呦，奴婢和皇上之命，送出去金环到万南宫啊！这就奇怪，
为啥要将这个金丸送到宫中来？我知影，我知影是我啦。好比你来被捆绑了，赶紧逃开。是，你逃。下次错误，想要你回做生意，才将你当作金丸。哦，是安尼哦。我也就是讲，就是因为我嫁做皇帝，皇上这下次要掠我，让我变成金丸。对了，台湾娘，啊，你直直着急要找阮阿爹、阮阿娘，是啥物代志是？是。
出来的人相互相互如今连父母的心爱家又叫人家阿娘阿娘要咋修归还一腔离愁不哭不拉完滚出不完三年里吧那是一家心乱错下判断反为以后我是总有脆弱就是真相代表的一天阿弟，你们叫我来啊！我抱你，这是妖也是鬼？哎，哎呦，你们叫，伊不是妖嘛，不是鬼啦，伊就是我这里咧咧甲你讲迄个桃花，伊是一个足好心的灵精啦。是啦是啦，这摆福气啊，今摆好地，拢是由我来引起的，我愿意承担一切罪过，小太后开恩，将福气啊放开，桃花愿意尽力处理，毫不怨言。伊就是用金盘找主人的桃花。是啦。想袂到太后知影这件代志，好气好气的，伊真正要无甲我骗，讲太后会帮助我找到我的主人。事实上，这是有一款离奇的代志，若不是安家亲眼看见，我一定不敢相信。若是金盘的代志，安家立刻来去安排。感谢太后，多谢太后，太后你的人生稳定，我应该记在心肝了。你们安感激，安家会助你一臂之力。算是为着福气，我不忍心快为这桩大事受苦奔波。福气，哎呦，哀家命人通知皇上，命你在文德殿正式召见，希望你应答礼仪，不失礼。奉皇上好感，这对你的前途有真好的帮助。嗯，太后，我是你提督的粗鲁人啊。我怕我做不到啦，那个好听的话，我一句也不会说。哎呀，那不那么简单，请太后给你教几句，这样就会用的啊。这样才会用的。出面真好气，叩见我王，万万岁。真好气，你打起头来。村民敢无犯天干，沉思哩无多，打起头来，慢慢说。呀，想袂到，竟然是这么亲像，这太不可思议了。犹如地久。Yeah.
哈，无凭无证，难安排。郑庆家，你平日作何生涯，以何为业？禀皇上，初民一心向善，平日以道人个偏安为志业。好一个以道人到披肩呐，真不愧已经如此亲像，堪当得起朕的形影。郑庆家，快快平身。是，小皇上稳定。朕阁问你，你曾经学习过何种的诗经字段呐？快皇上，初民不无学习。自由崇尚老子之说，不为利地，虽无利安。如此说来，天家必是温书之流啊！古人言：待温温以气，难怪天家会出生在明定一代，不求出世。啊？什么的书不书？我问你去，会漏开哦。天家，你说什么不书啊？并听无真切，皇上，真经是讲，尽信书不如无书啊。是是，确实有道理呀、啊。真经家真是通达世事的贤人呐。皇上过奖啊。皇上，你可记得在哀家受难之日？传向君主，呈现一卡的金冠。啊、哦，定心起来，传向君主精髓，只有最有福之男人，方打得开关口。是啊，哀家就是要请皇上拍开关口，你意下如何？是，定就来拍开这个关口。兄弟也怕违规，团长滚出实在太可恶，竟然敢欺凌欺负皇上，表示太有一点，真是罪该万死，非永断不可。皇上，请皇上息怒，皇上是大有大贵之人，村民认为是不是有福气，甲是不是有法当打开这金冠，这根本都无关系啊，皇上。请你千万唔通怪罪团长君子啊！郑庆讲得好，请皇上就莫受气。郑庆家确实见解够超啊！今日你万机有中人，难为情限的有好人。皇上，你相貌堂堂好人品，必应该开这个御赐亭咯。用红绳证明。
庆庆家会当拍开金拳，确实是有福之人呐、啊。面貌又一点如此亲像，不孝，何不将伊收为义子，加上有福之人来孝顺你啊？皇上之言，只合哀家之意。福气，哀家就收你为做义子。这颗金牌就作为纪念之礼。是，那你靠下，太好你啊！太好了，太妙了！金雕得见天灵之事，又增添有福之地，朕良心大喜，真福气，见证受封。皇上，我。朕奉你当进士出身，进学士院，为执行殿大学士啊！哈！这个月来，我头发千辛万苦，走遍所有县城乡村，辛辛苦苦的找出来，居然是我心心相印的好朋友。我早都应该收到啊！怎啊？唔对啦，唔对啦！我唔是皇亲啊！母啊，你是甲你讲过啊，讲诶，我好心甲你讲，伊要去投胎做皇亲啊！我是一个做女人，我唔是你的主人，我唔是啦！哎呀，福气，世事变幻人生，有真侪代志是你料想未到，无一定你是真正皇亲。为着某种的缘故，才沦落人间。对啊，主啊，我不管你是什么款的人，你会当拍开这个金团，就是我桃花的主啊。主啊，你一定要收留我。桃花，那你安尼想要做啥啦？你紧起来，紧起来啦！咱俩本来就好朋友啊嘛，对不？袂用的，你袂用做我的朋友，你是我的主人。从今以后。我一定听从你的吩咐，绝对不敢违背你的意思。今晚你一定要收留我，要若无，我就拢跪下不起来。桃花，你还搁咧讲什么？你会听从我的吩咐？我即马干那叫你起来，你都唔肯起来，你听啥啦？像你安尼讲，你是愿意做我的主人啊？嗯。啊，做好的，做好的，我真正是做好的。现在开始了，我会保护你、关心你、照顾你、敬爱你，永远永远拢袂甲你分开啊！啊！哎呦，你是足怣的，你安尼是咧创啥物？我话你当作是不要紧，你知影呢？这是万安宫的太阳，伊个伊个你惊着啦，我安尼啦，我煞袂记。哎，你当作不管呢？你天真可爱，又有赤子之心。你来见怪，太后，福气，公主伯母，福气，你来伫个遮，敢讲你无比半行定罪？无，张公主，福气不但无比半行定罪，皇上还佫封伊为执行殿大学士，哀家也正式收伊为做义子。哎呀，真是有这种的奇迹！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公主伯母啊，莫讲是你感觉不可思议啦，就是换作我哦，哎呦，我嘛感觉敢若咧人梦同款啦，唉，这应该讲换作天公伯也疼戆人啦，伊这个戆囡仔咧，这毋是叫做天公伯也疼戆人，这叫做善有善报，看来本宫是白白为你担心操烦。主人，我跟你讲哦，太阳君主哦，为着你的代志，安尼哭到目屎流目屎滴，伊即摆若知影你无代志，一定会非常的欢喜。就是。哦，长公主，我是伊的。公主伯母啊，伊吼，伊是我的远亲啦，应该是算是我的表小妹啦。嗯，也毋过方才伊讲。伊的主人安然无恙，这是什么意思呢？长公主，桃花姑娘父母早就来世，也无其他的亲戚，伊认为福气的伊会当做伊的主人。哦，
原来如此啊！那安尼，咱也应算讲是一家人咯。嗯，对啦对啦，今麦阮主人的身份甲地位吼，已经配过天皇君主啊，以后真正就是一家人啊。哎呦，叫你莫咧乌白乱讲啦！你实在太不中用了。人家皇上将真好气的事交代给你去办，你竟然让伊安然无恙进宫去见太后，而且还变成太后的儿子，官拜一品殿大学士，你真是心术不正，暴殊有余。这摆人要怪我嘞，这是意外。你要怪你，敢讲要怪我是？无啦，我哪会敢怪你嘞？这是大家意料之外的代志，想袂到真好气伊宣传报这副。大家拢嘛想讲，伊是办死无一生的啦。结果查细号竟然无当场个台死，讲来讲去，嘛袂用怪我啊。你敢知影，即马代志有外严重啊？你顶替好天做风亲，只怕比邻小破子烟。何必太乡打千金，思了甲喘，思了甲喘在用力。我知影，即马全靠你啊！好佳哉哦，皇上正听你，下下讲是言听计从，你真爱想办法全力保护我。但是靠我周转时还佫无够，上好，还有真福气，无办法伫咧宫中立足。予皇上看清楚伊粗俗无知、尊夫的本性。你拄则讲的拢真实嘞？当然是真实的啊！我在宫外有见过福客甲土娃，伊马上就到位啊！你免搁再怀疑咯。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我落来将心面，感谢你老人哦，我阿杰啊，终于找到我的师父啊！谢天谢地，谢天谢地！阿杰阿姐哦，你这摆是咧拜什么啦？哎呦，师父啊！哈哈哈，你无礼数，师父啊，师父在上，我得这阿杰给你拜一个。叔啊！你不阿杰啊，你即马你是咧创啥啦？你安尼我想当袂起啦，起来啦！哎呦，叔啊！你即马千万唔通做啥物想当袂起哦。俗语讲得好呢，轮回是无轮回。啊，你吼既然会当打开迄个金冠哦，你就是桃花的主人，也就是我阿杰来叔啊。对，好啦好啦好啦，啊，既然恁都拢安尼讲哦，啊，好啦好啦，就好。金冠来对阿哩上好，今年底啊，安怎啦？今年底啊，嘿，国神代志务必请着爱宣传呐。李大哥啊，啊你一直待我拢稳重如山，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同款，有啥物烦恼你这里讲，我唔敢提示啦。今年底，我对迄个桃花。情意，心内要娶伊做妻哩，啊，来做主，承认一米啊。这插头如何来劈个皮啊？伊哟，你大哥啊，迄桃花哦，甲你无适啦，无适配啦。安怎无适配啊？这李公主，这是因为杨棍是插头，不是人袂晓风蝶去飞走。
我爱讲的吼，拢是事实，阮袂甲你骗的。无法答应啊，春风送，只惊有奈，拢的是阿空。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李大哥啊，啊，我意思讲哦，这桃花伊是着，伊是。我看吼，这件代志以后再搁慢慢来解释啦。主人啊，我看咱也是来看团香君子。啊，你无讲，我煞袂记啦。师傅啊，人个团香君子为着你的代志哦，哎呦，可怜哦，迄目屎流规面汤的啦。啊，伊即摆哦，人伫个花园内面，你敢安慰，敢看一下？快保证予你的嘴啊笑甲绿西西。头仔姑娘，你是讲？我是讲，我的主人来啊、哦！喏，你看，伫遐。